场上投球的还是暴龙队的先发投手陈建甫，目前他被打了7支安打，掉3分。比赛来到这里，陈建甫暂时算是一个优质先发，可以说是表现的是相当好了。要不是失误的话，他的失分的情形是更好。陈建甫到目前为止掉了3分，都是非自责分呢、不过里面有一次也是因为他自己失误，所以才掉分的。对。守备就是要靠苦练的。哇，这个球很有威胁性呢。投的不错了。这个球意识到了啊，可能是绕认为稍微出去了，又稍微高了一点。哎呦，下面功夫不好。因为前一场啊，陈建甫跟郑达宏啊，其实陈建甫有丢过触身球啊，丢过郑达宏触身球啊。哦，良好球，没有坏球，现在投成良好3坏满球数了。反而是这样的情形是反而不利了啊，主要是用球数会越来越多。对。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一手高尾捡起来之后自裁垒包，刺杀了打击的郑达宏，一出局。